TVB 马来西亚星光荟萃颁奖典礼2016获提名最喜爱 TVB 电视角色的包括姜，郑嘉颖饰演仍活着。你留低咗啲嘢，我答应你以后都不会再喺度出现。师傅，原来你系僵尸嚟噶！你系俾只僵尸打亲个头。我哋500年前就已经注定系天敌，我同你绝对冇可能判断一个人嘅善恶，唔系在乎佢系人定嘅僵尸，系在乎佢嘅生命。请即透过官方流动应用程式 TVB Star Awards Malaysia 2016为各个奖项投票。神级演技都要有你 Magic 一票，将演技与魔法结合，选出你最喜爱角色。